人形状态的损坏近70%，比其他金刚还要严重。两次我身陷危难，都被白泽金刚散发的神奇粒子治愈，这是巧合还是必然？传说白泽神兽有逢凶化吉之力，有没有办法让他治愈更多人，甚至治愈金刚呢？嫦娥神女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们，我想带大家四处走走，当作之前的赔罪了，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太好了，可我们在为修复神兽金刚的事发愁呢。有一个地方，我想你们会感兴趣的。这就是水月青岛。哇！啊，竟然是空中的群岛，太神奇了！水月群岛是月星世界的交通枢纽，也是采金能量的传输重地。长生药散发的采金凝结在月壁，变成照亮月星的星辰，而水月则利用采金矿生产出月星所需要的各种物品，流通到各个大陆。如此要地，雪月的安全就是月星的安全呢、啊、没错，不过有神兵阁在这里，想必无人敢造次。真气派。怪不得今天一大早就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，原来是神女驾临，真是我祖辈积德修来的福分呐、啊！你能不能下去再拍马屁呀、啊？你们是躲到我脚底下干嘛？就这，不就是腿坏了吗？我神兵阁的风火轮由彩晶打造，踏上它飞天入海，来去自如。诸位，随我来。哇哦！这就是彩晶打造的神兵吗？这都是小意思，你们知道真正的镇阁之宝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当年神女斩尽黑金开辟月星的彩晶神剑。那彩晶神剑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得问神女。我怎么知道？阁主，当务之急是修复神兽金刚。神女说的是，你们在阁外等着，我取出风火轮，你们且试试。那你叫我们进来干嘛？你们不进来，我跟谁炫耀去？对啊，风火轮，风火轮！这是风火轮，不对吧？当心！这么嚣张，这是乾坤圈吧？阁主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是惹祸了，这阁主怕是做不成了。神兽化身变身。来者不善，召唤神兽金刚速战速决。召唤神兽金刚，
腿伤在身，直接出动神兽形态。不就是个破圈吗？看我白虎啃骨头。哎呀呀呀，什么硬骨头呀。怎么可能，玄冰阁主收了神通吧？战力赵燕，大家小心，看看谁的骨头更硬。坚持住啊，玄武金刚。成功了，伙伴们，当心彩金修复乾坤圈。看来不能硬碰硬。也会，老办法。明白。没招了吧？什么？太狡猾了！彩晶修复没完没了。对啊，彩晶既能修复乾坤圈，是不是可以为我所用？就像匪的病毒经黑晶加持，就能感染金刚一样。至于粒子有彩晶加持，是否也能治愈金刚？有了，虽然冒险，但为了大家，值得一试。逢凶化吉，劫后重生，来吧！神奇的感觉，原来彩晶就是净化的黑晶，白子神兽释放的治愈粒子，通过本位一体，而且由彩晶打造的神光圈分享给其他神兽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修复大家的神兽金刚了。王明，你怎么样？我好着呢。太棒了！神兽战队满血复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就问你们干什么？有这么对待恩人的吗？恩人是吧？如果不是本阁主，各位的神兽金刚还瘸着呢。这是王明跟白泽金刚的功劳。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如果只是给你们风火轮坏了，还不是得找我修，所以本阁主才用妙招让你们的白泽金刚掌握了治愈的技能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阁主深谋远虑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这么好骗真的是我哥吗？好。
有失身份。你尝一口嘛，长青，你是神女，但也是我妹妹，在哥哥面前，你就暂且忘掉那些身份责任，放开吃，放开玩，好不好？林宗哥哥，介不介意再多一个妹妹啊？哎呦！我谢谢哥哥。之前弄坏了你一个，这个还给你，喜欢吗？此物幼稚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你不喜欢呢？买都买了，我就收下吧。我妹妹天下第一可。四颗黑星即将坠向月球，30秒后将坠入月阵，请立刻避险，请立刻避险。月球先生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玉树琼脂作烟落，积苍石干戈，一旦归为尘露，神雕叛兵消磨。什么时候了还唱呢？进去看看。嗯。怎么回事？大门巨力阵启动了，走去修门。哦，星门，星门外。八门巨敌阵启动了。啊！狼狈怪，神兽战队。可算找到你们老巢了，就是就是，这次把他们一锅端了。他们定是在极地阴影区发现了月球护盾的漏洞，必须马上把门关上，否则月陷危矣。神兽战队出击。神兽战队变身。陈锋，关门！看我的！
这是门外有大家伙，这些羽毛不对劲。先生，可有办法？八门聚敌阵共含开、修、生、死、经、商、渡、景八门，存亡相对，出入相依。他们从经门而入，需从开门而出，其他都出不去，所以只要守住。哎呀！啊，逆城先生，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望告乃翁。你有空背诗，倒是告诉我们怎么守啊。经门入，开门出，出入相依。伙伴们，经门两侧必有一扇是开门，守住这三门就好。对，守住经门，不能让门外更多的净化兽进入。守住开门，别让狼狈和这些天狗出开门，祸害月心。有我们在，休想通过！给我攻了三道门！先干掉白虎金刚！来，为什么是我？张力！哇！更丢人！不好！这是……不好！不会吧？这难道是？这四门太要命了吧！狼，我身后必定是开门。你确定？出入相依，经门右侧为死，左侧必定是开门。经门快支撑不住了。东西黑烟，快点，住了！抱歉，来晚了。四门交给我，堵住金门。堵住金门，绝不能让恶兽进入月心。可是你会灵劫而亡，林聪，你既来到月心，就必须听本神女之令。什么在你面前可以忘记责任，我做不到。少爷，谢谢你。你是林聪的妹妹，也是我的妹妹。什么？